韩雪豹女星有严重公主病，用酒精擦门矿泉水洗水杯女星是谁？据台湾媒体中时电子报8月31日报道，女星韩雪出生于军人世家，拥有清纯外表、淡雅气质，被封为新玉女掌门人。日前她接受访问，聊到明星耍大牌的话题，就曝光了一位女星私下有严重的公主病，让她非常嗤之以鼻。韩雪表示，该位娇气女星平常连倒杯水都要叫人帮忙，甚至叫助理进门前用酒精擦门，连水杯都得拿筐，泉水冲完一遍后再用吹风机吹干她才肯喝。韩雪见状不禁想问，对方有那么金贵的命吗？认为这些毛病都是惯出来的，并没有必要。另外，韩雪表示，生活就是自己的，你在舞台上哪怕穿的再是公主，回家一样该干吗就应该干吗，认为自己应该时刻保持清醒，不该把自己捧得太高，这样即使不红了也不会有事，并补充到很多演员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接受不了落差才会抑郁。而韩雪本身家世显赫，不少网友认为好家境的她都没有如此娇贵，直言很多女明星似乎比她还娇气，也不断疯猜韩雪口中说的女星是谁。分享赞相关阅读云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，朴宝剑近日真必记脑合照韩剧云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、金日真、郭冬演、郑勇等与剧组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。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在活动上更一展歌喉，金日真在 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，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，反而另一男星洪熙田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。不过网上仍流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，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昆凌的新戏练舞。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晒恩爱。周杰伦 G 出道17年，日前他在 Instagram 一个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，昨日老婆昆凌就在 IG 上采为新戏练舞片段，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大晒恩爱。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但昆凌生完同为生前一样身段纤幼，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，获网民大赞。昆凌生第二胎前已在电影《极致追击》《龙凤节》尝试做打女，稍后他还会跟和李火大之男星迪伟庄逊 Dwayne Johnson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，所以要练舞做准备。之前这次抱老婆生完男男第三日，他就帮老婆推着舒椅，还设计好动作让老婆拍摄镜片段，并成功当选角色云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。朴宝剑近日真必记脑合照韩剧云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、金日真、郭冬演、郑勇等与剧组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。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在活动上更一展歌喉，金日真在 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，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，反而另一男星洪熙田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。不过网上仍流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，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昆凌的新戏练舞。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晒恩爱。周杰伦 G 出道17年，日前他在 Instagram 一个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，昨日老婆昆凌就在 IG 上采为新戏练舞片段，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大晒恩爱。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但昆凌生完同为生前一样身段纤幼，
不过在片中他的力道强劲，获网民大赞。昆凌生第二胎前已在电影《极致追击》《龙凤节》尝试做打女，稍后他还会跟和李火大之男星迪韦庄逊 Dwayne Johnson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，所以要练我做准备。之前这次抱老婆生完男男第三日，他就帮老婆推着舒椅，还设计好动作让老婆拍摄镜片段，并成功当选角色约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。朴宝剑近日真必计马合照韩剧约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、金日真、郭东演、郑勇等与剧组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。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在活动上更一展歌喉。金日真在 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，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，反而另一男星洪熙田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。不过网上仍流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，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昆凌的新戏练舞。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晒恩爱。周杰伦 G 出道17年，日前他在 Instagram 一个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，昨日老婆昆凌就在 IG 上采为新戏练舞片段，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大晒恩爱。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但昆凌生完同雷生前一样身段纤幼，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，获网民大赞。昆凌生第二胎前已在电影《极致追击》《龙凤节》尝试做打女，稍后他还会跟和李火大之男星迪韦庄逊 Dwayne Johnson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，所以要练我做准备。之前这次抱老婆生完男男第三日，他就帮老婆推着舒椅，还设计好动作让老婆拍摄镜片段，并成功当选角色